经济前景未明，进一步削弱业主持货信心。市场出现不少投资者出货个案，其中红磡海滨南岸更有重货投资者减磅，约一个月连卖两伙，最新减价70万元售出三房户。消息指，上述单位为三座中层 B 室，实用面积593方尺，原叫价1070万元，减至1000万元成交，尺价16863元。单位16年买入价约718万元，至今升值约282万元。据了解，原业主为地产界人士，近年积极减持单位，上月中才以948万元售出屋苑实用面积589方尺单位。现仍有三个低层户于市场放售，叫价由950万至1100万元。北角马宝居亦有投资者出货。世纪21北山梁属宜清，该盘低层 A 室，实用面积226方尺，成交价463万元，尺价20487元。原业主07年以107万元购入作投资用途，至今升值逾 3.3 倍。市况未如理想，也有业主低价放盘求售。该行严志温表示，同区海丰园高峰各低层 E 室，实用面积834方尺，三房间隔，以1338万元转售，尺价16043元，造价及尺价均为同类型单位近一年新低。此外，新界区出现只赚及大手劈价个案，利嘉阁黄永全称，元朗益发大厦高层 D 室，实用面积252方尺，原叫价385万元。减至375万元成交，尺价14881元。原业主17年7月以335万元入市，持货满3年松绑转售，账赚约40万元或约 11.9%。 治安居关伊诺透露，屯门卫丰园两座高层 B 室，单位实用面积646方尺，上月开价880万元连车位放售，放盘一个月大减80万元，最终以800万元售出，减幅约 9.1%， 成交尺价12384元。